那比如食少，那比如刚才这个方，两个是一样方，食少，问他什么东西不能吃，那有什么山楂、麦芽、神曲、鸡内金。好了，你还有这个最大的可能就是那个大便烂。只要大便烂的话，你知道我还是什么山药、莲子、芡实。只要我说大便烂的来颠的，哎，我可能加多两味什么薏仁、什么火炭母、那个凤尾草，就是这样加。广东药，哎，算了，不讲。那火炭母、凤尾草的这个没有的，广东药专门治你肌肤痛，大家有个注意。很多女性的病是月经前加重，经常就是肝硬化，比如经前腹痛、经前青春痘、经前烦躁，很常见，尤其是月经前上部的表现为主。我姓袁绍，那经前失眠，我还是单身吗？乳腺增生的人，经前乳房加重，要不你来个什么什么 ，Hello。设备，然后那个什么半夏呀，善解，花坛善解，这个单支逍遥差不多是女性的标配。女性标配大概是这样的，肝是瘀的，脾是虚的，上面是化火的，下面是宫寒的标配。慢点，那你下面宫寒，你不再来一个右贵？刚才泡姜不是已经管了宫寒吗？再来一个又贵，但是呢这样又麻烦了我。那当上很一个中焦瘀跟虚，上焦热下焦寒，你来个泡姜之类，你又怕它上火补力，我补力就把上面的火往下降了吗？补力还连神都安了，你烦躁就是了，我连神都安了，而且补力又能上节，像你什么甲状腺结节啊，你这什么灰色的我不管了吗？好了，不转圈了吗？你们转不动，中间哪个不香？哎，你输转中通，就是这样玩的，就是这样玩，转圈嘛。老师，他女性标配是女的。什么？所以那是标配，肝瘀化火，那都变成上焦热了我，中焦瘀了我，又犯脾。那又没虚弱哦，下焦风寒，不是上焦下寒吗？中焦瘀跟虚，你这个标配，这个三个病都是标配来的。甲状腺结节，乳腺啊，宫寒，肝硬化，那什么标配吗？